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伟。Hello，我是玛丽亚。今天等一会儿，我带玛丽亚去苹果专卖店，但是不是给她买苹果新手机，是她是要想换一个苹果手表。对，因为我的那个苹果手表第二待了大概很快4年，对，4年，但是还能用，她就是要换新的。我就要换新的，印出来了第六，知道吗？我的还是第二，肯定要换。新的还有 SE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肯定要六个，第六个。第六代。嗯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去问一下，苹果的工作人员，他这个第二代的话可以值，就折现多少钱？嗯，对，然后就看一对，下，了啊，了解一下，然后再帮他换一下，再帮他买一个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吧。走吧。也有一个苹果店，我们看一下。对，现在还看不到十二。发售的时候，苹果店才会有。但是11便宜了。便宜不多。现在就是可以折掉是吗？可以折300。我妈刚算过了。我的以前的手表可能就是300块，对，你买新的手表可以抵300块，抵300块。但新的你选哪一个颜色比较好看？现在有新的红色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苹果衣服。那你自己选一个。老公，帮我买呀。买呀，这个挺好的，这个颜色。我们现在在更新的手表，给我的手机来练一下。嗯。对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买了，那里面的装置现在分开做的，一个是手表，一个是表带。表带，对，现在都分开做的。很简单的。以前是一个大个的，现在两个小的，然后他们就这样放。包装也很好看，对，包装也是挺好的。给你买的手表开心吗？很开心的，等了4年。这么夸张吗？上次二也是我给你买的呀，3年。对，上次你送给我元旦的时候送的。对。谢谢老公，买了给我新的手表，有点大，比原来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嘿、hey, ，朋友们，为了老公买了给我新的 iPhone 手表的，苹果手表的，不是新的 iPhone， 啊，我请他吃饭，我们来了到一个牛肉面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吃牛肉面，还有牛肉拌凉拌的牛肉，还有这是什么？萝卜。凉拌萝卜，凉拌萝卜，但是为什么这个颜色？红萝卜。嗯，还有一个是凉拌腐竹。凉拌腐竹，面好不好吃？面挺好吃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赶紧吃饭吧。